快来瞧呀，赛罗奥特曼居然扛着一辆挖掘机在马路上狂奔，这是在干什么？太搞笑了吧！小赛罗，小赛罗，快来瞧呀！你看看爸爸给你带回来什么东西？我在 M 星球打完怪兽给你带的外星挖掘机，你快来看一看，是不是很酷炫呀？你不是说一直都想要个与众不同的礼物吗？今天爸爸就实现你的愿望了。我把车停在这里，你自己去看看吧。哇塞，我的天，我没做梦吧？好耶好耶，太酷了！爸爸我爱你，你带回来的这个挖掘机真的是独一无二的，太棒了吧！要是别的小朋友看到了，肯定都会爱上它的。爸爸，我可以开出去玩一会儿吗？当然了孩子，这就是给你的礼物呀。我们先回家去换一件衣服再出去玩吧，快走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托雷基亚悄悄地出现在了赛罗的家门口。哎呦喂，这小赛罗家里啥时候出现了一辆外星挖掘机呀？还是 M 星球的，这也太酷了吧，这么大的院子里居然一个人也没有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今天我就把这个挖掘机开回去吧，你们可千万别告诉小赛罗是我开走的，不然赛罗肯定会活剥了我。托雷基亚趁着小赛罗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居然把这个新挖掘机偷走了，这下可糟糕了，巨大的轰鸣的吸引了小赛罗的注意。怎么回事？院子里怎么有挖掘机的声音啊？我要赶紧去看看发生了什么。哎呀我的天，我的挖掘机怎么不见了呀？是谁把我的挖掘机偷走了？这可是爸爸刚带回来的呀，我心爱的挖掘机不见了，你们知道是谁开走的吗？哎呀糟糕了，我好像听到小赛罗的哭泣声了，刚才还好好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要出去检查一下。小赛罗，你怎么蹲在这里哭呀？哎呦，挖掘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是你开走的吗？爸爸爸爸，挖掘机不见了，我刚出门就没看到，不知道是谁把我们的挖掘机给偷走了，这下该怎么办呀？你先别着急，小赛罗，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，车子肯定没走远，你待在家里别乱动，爸爸现在出门去找一找，他肯定跑不掉的。赛罗转过身，立刻去寻找被偷走的挖掘机，果然在家门口不远处发现了被偷的挖掘机，赛罗立刻跑了上去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偷我家的挖掘机？太过分了。哎呦，原来是你啊，我的托雷基亚，居然跑到我家里来干坏事了，给我滚下来吧，我以为你学好了，没想到你还是到处做坏事，我今天就要好好收拾你。哎呦喂，就凭你啊赛罗，你一个人就能抓住我吗？简直是痴心妄想，你们现在没有小朋友给你们爱心能量，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吗？赶紧给我让开，别挡住我的路了。哎呦，口气不小吗托雷基亚，我看你是死鸭子嘴硬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光明奥特曼的力量，看你还嘴硬不，这下被我抓住了吧。赛罗把托雷基亚抓起来绑住并带回了家里。小赛罗你快来看，有挖掘机的小偷抓住了，就是这个托雷基亚，你瞧瞧他这样子，真可恶呀。你这个可恶的托雷基亚，连小孩子的挖掘机也偷，实在是过分，多亏了我赛罗爸爸把你抓住了，谢谢爸爸，我要去开挖掘机喽。哎呦不好，不小心打到你了，爸爸对不起啊爸爸。小赛罗你个臭小子，打了我还想跑。爸爸我错了，我要去开挖掘机找小伙伴们玩了，再见了爸爸。哇哇哇，我是挖掘机，长着长手臂，轰轰轰轰轰轰，伸出大铲子，干活最有力，轰轰轰。